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ngs. Who am I to decide? 哥多练，输不起就别玩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要是一直拿以前当做现在，哥们，你怎么不拿你刚出生的时候给你呀？输不起呀，输不起就别玩，输不起就输不起。哥多练。你要是刚出生的时候多练，现在就输不起。你刚出生的时候就菜，以前是菜，现在一直菜。你怎么刚出生的多练啊？怎么以前一直菜，现在一直输？你要是输不起就别玩，哥们。你要是一直输不起就现在菜就是菜。你要是一直玩不起，哥们，你就别练。你要是输不起，哥们，你就是不是？历史上谁跑得最快？曹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？因为救人要紧。哪个水果最老实？芭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实芭蕉啊。什么植物和动物最像鸡？树和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马像鸡。金木水火土，谁的腿最长？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火腿长啊。狐狸为什么经常摔跤？因为狐狸狡猾。什么海没有边境？苦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海无边。油盐酱醋谁最有时间？吃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盐很咸。什么动物可以贴墙上？海豹。表情包模仿大赛，把这个做出来能行吗？我让全村的给你1000三连。哎呀，最近让我拍这个表情包的有点多呀，那我就尽量还原一下吧。 AK 老师，对不起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们，你们就说像不像吧？觉得像的点个赞，评论一个太像了，给兄弟一点鼓励啊！哎呀，别忘了你们的1键3连啊！做出来，你每个视频给你1键3连。兄弟们啥也不说了，还原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尽力了，有没有三连就看你们的了。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表情包模仿大赛，你要是把这个图片做出来，我给你1键3连。安排。OK， 搞定。觉得像的可以给我点个赞啊，评论一个太像了。什么？你不点？轩哥，你做这个出来，我让全校同学给你1键3连。哎呀，我去，你号召力这么大吗？行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细节就不处理了，你就看像不像吧。兄弟们做的还行吧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三连？哎，还有什么表情包发出来？加一个字毁掉一部电影，偶像练习生。哎，这可是我以前最爱看的，加个娃，偶像练习生娃。霸王别姬加个眼，霸王别姬眼。龙泉小子加个黑，龙泉小黑子。这个太绝了。熊出没加个不，熊不出没。绿巨人加个帽，绿帽巨人。哈利波特加个大，
哈利波特的变形金刚加个钻，变形金刚钻小马宝莉加个夫，小马夫宝莉钢铁侠加个铝，钢铁侠铝猫和老鼠，猫和老鼠屎名侦探柯南加个打，名侦探打柯南美丽的小姐，我是 ball， 鸡鸡 ball。什么？你不就是垃圾虫吗？你还鸡鸡 ball？ 我才不是垃圾虫啊！我是 ball， 鸡鸡 ball。哼，就是垃圾 ball。有胆量，我们来一场速通比赛，你比谁先击败莫影龙，看看你究竟是不是垃圾 ball。玩就玩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就赶快离开这里；如果我输了，我就是垃圾包。比赛开始。你们耍赖。一小心点到了。Sorry。没有关系呀、啊，宝贝。方轩，蓝色狙击棒又被绑架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救他。当当当当当！任何邪恶都将绳之以法。你们倒是帮我解开呀！考试前 VS 考试时，哎呀，明天又要考试了，把这些都背一背，明天能写多少是多少了。关于温酒斩华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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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温酒斩华佗。好像不对啊，关于温州当网红也不是，关于温酒斩华腾好像也不对。哦，下雨开大蹲草丛、孙悟空大闹天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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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悟空回到自宫、不对不对不对，创办顺丰，创办京东吧。孙悟空大战武松、好像也不对啊。孙悟空是个艾坤、你干嘛、很多小伙伴问我电脑玩我的世界怎么疾跑、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按这个 Ctrl 键，如果你安装了光影的话可以按 K 键来加载光影。 FGHJ 我没 K、我没 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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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溜溜不溜溜空龙汤浪汤浪汤空龙汤浪汤浪汤。大早上的你叫啥呀？一天天就知道玩游戏。你多陪我玩会儿。你真的是太不听话了。你温柔点儿。嘿，还学会顶嘴是吧？你少骂我点儿。嘿，来劲了是吧？慢慢慢。包括轩，快来解救我们的男神狙击棒。OK， 马上就到。人们谁懂啊？和同学之间的套路对话。轩哥，你的反应速度快吗？那当然了。那轩哥，我来考考你 ABCD 分别代表四种动物，猪狗牛羊，我说动物的名称，你来回答相应的字母，速度要快哦。太简单了，来吧。牛 C 羊 D 狗 B 猪 A 猪猪猪猪 AAAA 你这是难不倒我的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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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当班里发暑假作业时，咱们假期每天作业就做这份暑假作业了啊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老师你没收答案。他咋这么欠呢？对，来大家把后面的答案撕下来啊。张大辉你来收一下。就他张嘴啊，老师都忘了他还提醒一下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因为你收的时候我偷摸不交，这么多我是发现不了。老师要不每个人把名字都写上吧，这样方便统计。这就这么近了。
平时不敢说的话。今天开班会啊，畅所欲言、哦、平时想对老师说又不敢说的话都可以说出来。老师，那你刚刚是不是迟到了？啊，我什么时候迟到了？那最后一个进教室的人是谁啊？是我。但是上课铃声刚够了，我不想听任何理由，你站着上课吧。你看我干嘛？上课呢，看书啊。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？今天不给你们一般见识。你看书干嘛？看黑板呐、啊。行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黑板。看我，看我。黑板给你讲还是我给你讲啊？你吼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哪有啊，我在办公室都听到了，整栋教学楼就我们班最吵，你还说没有对吧？没毛病、啊、好哇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放飞自我了是吧？我倒要看看还有谁对我有意见。轻度还原英语课被提问的你。第三题，方国轩你来说一下。 Ambulance Ambulance、Ambulance 啥？Ambulance Ambulance 他说的啥？他说 Ambulance。 说下吧，下次大点声啊。